粤港澳三地一共五间学校下个星期六将会喺本澳举行迎奥运多元智能体艺汇演，由澳门培道中学联同香港以及广东一共五间学校，大概千几名学生，下个星期六将会喺塔石体育馆举行以迎北京奥运为主题嘅多元智能体艺汇演。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加强学生爱国爱澳教育，大力宣传和支持北京奥运，弘扬以及成全奥运精神。